可以使用，因为要合法合规嘛。作为央企，可能是
原来我们 GP 的这种类 master， 然后上面 E 的这种量入句呢。
大家可以看到，中端的这个机群上百就是大机群，几百就基本上就是上下了。
那些 Hadoop 的对接，那很多特别我们一动，厂商特别多，下边是 Hadoop， 是华为的呀，是苏研的呀，是这种分那个公司的呀，特别特别多。那么一些对接，然后一些权限的对接，这些在工程上的事情比较多。然后，这块相当于是这个做做存档，另一块就是做存档分离。存档分离，因为我们经费比较多，存档分离呢，我们内部还是会有些，就比如说采购的一些分布的存储啊。 然后去跟这些存储做一些对接的工作，就是这个分布式存储可能并不是咱们的哈杜普，并不是说 S3， 可能是一些咱们国产自研的这种存储，比如浪潮啊什么这些分布式存储，那可能它也会开放一些类似的接口，然后去做一些对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混合业务负载，就是说。 咱们把储仓做这个存档分离的一个架构升级，很重要就是打破我们之前的这种小烟囱模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块有很多，比如数据开发的储仓信息。这以前在我们的系统中，每一个都是一个储仓，就是每个都会是一个储仓。可能并且数据开发储仓也会有好多个，因为不同的业务方，不同业务方有好多个。以前呢，在我们都是存档一个模式下呢，就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储仓。 从存储到计算，到上边的接入都是独立的系统，然后可能使得这样不一样。说这边是老二，可能就是这边的卡，都是有可能。然后现在做一个架构升级呢，我们就把它全拿完起来，然后使我们的一套产品，然后上面去画这个子集群，数据呢就变小了，这样就消除了这个数据冗余嘛，消除了冗余，因为以前是很多套储藏，数据可能口径不同的数据有，你就卡，比如说同一个地方。 它实业，然后跟这边可能做一个照你加工在谷底的北京一个地址，北京一个地址，现在就把这些消除了，同一套数据，然后呢做一个混合负载，这个是现在做架构升级中基本是必备的模式吧，就是一个混合业务负载。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可以去接一些实时的，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啊，咱们在我们这块因为大数据平台很多嘛。 基本上是使得说，P和流是两套处理，P是P，流是流，但是 P是流是流，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数据口径，可能就出现分割了，等于一份数据你走了两套流程嘛，那到最后出的数据可能对不上，对不上到底算谁不算谁的，这东西就很模糊，所以现在可能有很多咱们的一些实践经验呢，有很多的地方都会用这个流来做一些 P 的动作，是吧？就是用复印和用复印。 P 的功能啊，这样呢，其实数据上就走两条线路。那这样有个 弊 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数据呢后边是需要更新的，那它可能有些问题，因为按下边这个图来说，我们用这个 link 做一些 P 架构嘛，但是如果数据需要更新，相当于要重启计算窗口嘛，重新计算窗口，那就要把以前数据重新拉回来。那以前数据它，因为它是用 link 做的，以前数据它没存呢。 那它只能是去这卡夫卡里，然后再重新校标一遍。
那卡不卡，其实本质上它又不是一个能够存储很多历史数据的一个系统，它这个消息越小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储嘛，是吧？这样就有很多问题。那对于我们移动来说，我们有很大的这种就是拉链接口这样的业务，就跟这个相似，对于我们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这个东西就可以说，我们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模型，但是我们是可以去存这种VP 或者流式的数据，那这样可以把我们当成 VP 或者流式数据的这个数据源，那当重新算历史版本的时候，让弗林可以从我们去拉数据，不用从卡夫卡去拉数据，就相当于呢，我们是能够去接 VP 和流式的数据到我们数据库中，然后呢，对于成块的数据呢到我们数据库中，然后对于 VP 和流式的计算呢，是卡夫卡可以直接然后卡，对弗林可以直接读我的数据，我们开发一个Flink connector 的一个组件吧，让 Flink 能够去很方便的去读我们数据库的所拿到的数据，这样可以让我们成为 Flink 的一个数据源，那就替代了说之前卡不卡的那个要重新存历史数据的这样一个功能，然后流式数据直接从卡不卡走去一次性消费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另一个就是服务仓的融合，服务仓融合这块主要是说我们要很好的支撑 Hive 和 Hoodie， Hive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大数据平台基本上是以 Hive 为主吧，以 Hive 为主，但可能就是有不同的啊，比如说这个 Hive 就是有很多地方都有的比较老，可能还有 Hive RMR， 然后可能有地方是这个Unspark 啊什么的，但是可能对外都是以 Hive 为主，就这样。那这样呢，我们要对接 Hive。我们这块模式就是说能够对接 Hive Parallel 服务嘛，是吧？直接就是把 Hive 当成我们的一个 Parallel 架构，当成我们一个 Streamer 来看，就不用去建这些外部点了。然后另外呢，我们是支持通过我们来直接读写 Hoodie 的，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数据库上建 Hoodie 点，然后可以去写这个 Hoodie 点。Hive 这块是可以直接去 Pipe 直接去读这个 Hoodie 点，相当于我们通过 Hoodie 跟 Hive 做一些数据的交互。这块这个应用案例，这块是我们现在最多的吧，最多就是做这种国产化的服务仓迁移，并且在迁移中呢做这种刚才说的这个混合负载。以前我们就都是这块儿写的就是 Vertica、Oracle 这些这种为主的，比如说储藏那边会有不同的储藏，就是对上边都是应用。这块其实每个人就是独立的，然后他们之间都是通过导数，但这个导数对于我们移动来说，这个导数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把数据源拷过去啊，或者说一个 DB link 之类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要走审批啊、走流程的、走许多流程，然后都是要走编程清单的，因为涉及到数据源不同的系统和合同，是吧？都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这样既做了这个国产化的迁移，就是把 Vertica、Oracle 踢掉了，使我们自己的这个数据库，然后呢，我们又把数据统一了，我们数据是一套存储，然后上面呢去整这个储藏这几个。这点就主储藏数据集市开发库啊，这些是逻辑的，是逻辑物理的，而整体的一套是物理的，是有统一的数据源数据的。另外就是扩仓融合，扩仓融合就是把而扩仓融合仓现在其实呢还是说从数据层面上做一个统一，然后不用做服务啊它比较重要，然后这些我们是说通过这个数据点可以反哺服务。去洗一下就知道，不去就分析。好，谢谢大家，这个就是这些。思路啊。
或者说我们的平台引用的思路可能越来越倾向于把全球过程都拿掉了，因为像我们这种特别是移动嘛，体量很大是吧，我们一个大数据平台是有很多个组件组成的是吧，就是即使说以前啊，就是这儿是 Oracle 那儿是传播一下什么的，这整体的来说是一套大数据平台，是住在一个地方是吧，那这全球过程呢是在库内部，对别人都是不可见的嘛，库内部很难管控，对我们来说很难管控，比如做审计啊，做什么的，你在户外边做很多事情都是很难处理的。所以像移动这块的思想，现在的主要的思想会逐渐的取消掉存储过程，然后存储过程靠上边的调度平台来做，就是调度平台是一套人系统，是吧？那调度平台可以对接下边很多的这种引擎，这引擎可以是那种一个数据库，也可以是那种大的这种引擎，那它在上边通过翻转的方式。数据源，这些数据该怎么加进去换？它可以翻译成是 SQL 啊，还是翻译成一些脚本啊什么的，或者人可以自己写脚本，拿过去。然后这样的话，这些作业加工，就这些作业加工呢，其实就相当于这些作业加工就会可以被审计到，可以被记录到。然后这一层呢，是不影响下边的库的，它是直接在上边这层这个我们叫这个。在我们内部管这种叫 PaaS 平台啊，可能跟大家做云的这个 PaaS 不太一样，在这种平台上能够看到它，啊，是这样一个思路嘛，就我们来演进的思路，可能慢慢的会把存储过程慢慢的把它处理出来，就不会再使用它。然后我问过，就是那个您那数据库说支持读写那个 Hudi 吗？我想问一下，它具体底层细节是用，比如说 Hudi 它现在这个这行，比如 Spark 相关的接口就写它，就自己来编译。就是 Hudi 它本来就开放了一些架包嘛，是吧？架包的接口去，就是能够直接去操控它。那我们实际上是直接调 Hudi 相关的架包去操控它这个东西的，没有经过其他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呢，反而是有个插件去在接在它那个之上，就通过 Spark 它有一个它要扩展一些插件嘛，我们通过那个插件去扩展呢。如果说刚才我说那个模式，我们想通过服务仓、通过服务地这种来做一个数据交换嘛，那我们如果把这个插件装上，这时候你通过 Spark 去建一个服务地点，或者去写一个服务地点，然后会同步到我们这个库里去建一张服务地点，然后把数据同步过去，是这样来做。那我们直接通过我们去写是不通过 Spark 的。啊，我看这个话题范围，就是说除了三个平台，要替换一部分软件之外，然后对于操作系统。都有的，基本上现在，我们用这个应该有一半的这种，就是说这个服务器都已经是国产化的，然后国产化，对对。你说的是服务器还是操作系统？服务器的啊，其实也不是一家啊，像我们内部可能像海光，然后那个华为的鸿鹏啊，也都很多。然后操作系统其实国产化的更早一些，操作系统基本上现在可以说就所有的新项的操作系统肯定都是国产化的，那都是 Linux 的，这个倒比较好办，都是 Linux 的。然后可能老项目，如果说这老项目要做一些2.7、3.7，就会把一块放进去啊。然后对，像华为的那种，它就是 ARM 基础，但是我们现在很少混布。就是说 ARM 就是 ARM， X86 就是 X86， 像海光的那些国产化的 X86， 对，很少混入，基本上都是独立的。那国产化这个肯定是一个大方向啊。然后现在也就是在我们移动是肯定还做的比较激进，就是包括就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新中式入职发的笔记本都是纯国产化，从上面从 CPU 和系统都是纯国产化的。
像，其实前些年我们可能做执行器就做出现代化主要是两个方向嘛，是吧？一个是像以 PALA 的那种纯 LLVM 吧，可能看到像这个像以 PALA 之后，可能像这个我是 NIS 啊，他们是走这个路线的，都是 LLVM 化。然后另一个就是可人号，包括咱们现在是很多 Doris 啊，他们都是这种模板化。然后我们这块呢是模板化为主，其实就跟咱们 Doris 可人号这块比较类似的一个技术方向，就是把下边的执行器呢都做成模板化，然后特化之后呢，以这个就减少这个分支判断吧，是吧？来提升性能，然后并且做一些现代化的工作，就是说SIMD 的这样的一个级别。来说我们一个以前的一个进行器，就是这个像这儿也有64，现在它那可能是128字节的一个进行器了，以这种方式做现代化，基本上是以这种思路来做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做了一些这个优化器上的一些优化，优化器，因为你知道就是 GP 后来其实它是有了自己的优化器嘛，它没有使 P 进的优化器，它是 OCA。包括呢，这个东西它在分区表上的表现会更好一些，但是它在一些细节上，可能不如一些。比如 TPC 是它不会用的，就显然 GP 的好，但 TPC 点它就比 GP 的要强一些。那我们这块优化器，其实我们还是以原来 GP 的优化器为主来做的，在我们上面去做了一些自己的优化。这样。对，就是相当于是直接，对，是这样的。对，然后另外可能跟 Spark 什么就是都是读这个 ADFS 上的数据嘛，是吧？其实格式也都查了很多，像我们为了兼容这个现在我们还有一些优化接口格式，但我上面会做缓存。就是说我们在本地会做缓存，所以说对很多数据来说，我们会优化成这种全端一体的模式，但是缓存并不会说做主动的这种搬迁嘛，所以说我们在扩展的时候还是存在分离的，但是说因为本地优化存在在执行的时候肯定存在有主的嘛，对不对？然后就做成短路径的优化，或者在这些方面。对，我好像就在使用场景。这个都在说弹性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肯定并不是说那种真的说这条是15条是10条，不是这样的弹性的点，这个更多的弹性就是给用户一个可以扩展的选项，但是说特别是像在这个移动体系内啊，你去做任何的事情都是要走严格的这个管控审批的，所以这个弹性呢只能说给用户一个非常方便的选择，说你可以不停低不停浮的去加两个节点进来，去加几个节点进来。而之前的像我们做存算一体的时代，因为只要一引入新节点，它会做数据的存端发嘛，那之前的业务会受抖动嘛，所以这个事情是要非常谨慎去做的。而现在呢就会有了，就新节点对之前的业务没有任何影响，对正在跑业务是没有任何影响的，然后后续会是新节点，是这方面来讲弹性。没有，我们这块儿，对，我们这块儿，特别是我们移动自己的大众平台，现在就都的还是裸金属，对，还都是就，对，那些都没有。对，就是物理机，对，就是物理机，对，我们所说的我们一个节点就是一个物理节点，对，所以我说我们一个集群就是上千个节点，就是上千个物理节点，对，因为我们这块儿确实这样，就是说我刚才前面讲了，我们这块儿就是这个云基础设施，你可以认为比较薄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云基础设施呢，它是一个统一的那么一个操作，是吧？我们以前的模式说34个省该是虚实自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大众平台。那然后其实近几年我们这个总部才开始说把这块儿要统一规划，统一规划之后呢，
省份其实现在就没有自建权，由我来统一自建。但是呢，很多地方还是用省份之前的，我们是接收过来的，接收过来之后，再做升级改造。